第一产业是什么？第一产业是指各类职业农民和各类水生、土生等农业原始产品，以利用生物的自然生长和自我繁殖的特性，人为控制其生长和繁殖过程，生产出人类所需要的不必经过深度加工就可消费的产品或工业原料的一类行业。根据我国划分规定，第一产业指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农业是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产业。林业是指培育和保护森林以取得木材和其他林产品，利用林木的自然特性以发挥防护作用的生产部门。牧业是利用畜禽等已经被人类驯化的动物，通过人工饲养繁殖以取得肉蛋、毛皮等畜产品的生产部门。渔业泛指以各种手段以取得鱼一类生长在水中动植物的一类行业。